大家好，我们家经常食用的三种，在家里也能使用，外出也方便携带的纸，而且还是都是大品牌的，哎，有心相印的，还有清风的，还有维达的，关键是物美价廉，我一个一个给大家分享。第一款就是我们家家都在用的抽纸，这是维达的，可以看到这是100抽，从这儿就可以给它打开啊。这一抽纸是3层加厚的啊，它是133乘以180毫米啊，也不小，而且哈，它这个是国际优等品，不掉屑。而且是100%的原生木浆的，不含荧光增白剂。一点香味儿也没有，哎，我们这个抽纸擦脸啊，柔软舒适。你要是擦手的话，它也不掉屑。你要是擦物品的话的哈，还不容易断。这么好的品质的，我们这抽纸29.9块，20包，太合适了。你平均一下，这一包哈，还不到1.5块了。第二款就是清风品牌的六神清凉湿巾，这一包9.9块，里边有8包，我撕开给大家看看啊。哎呀，每小包里边又有8片，从这儿给它撕开，然后往外一蹬，一片就出来了，这多方便呢，搁在包里边哈，不占地儿。这个湿巾呢，是六神花露水的那个香味儿啊！哎呀，你要是擦擦手啊，然后再闻闻，你的手都是香香的。哎呀，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。您看看这一大包啊，一大包六神的我们清风的湿巾，里边有8小包啊，我们才9.9块，太划算了。第三款就是心相印的手帕纸，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还印有小玫瑰花，看。手帕纸这一张183乘以186毫米啊，这一小包里边有6片，哎，我们是9.9块，30小包。哎呀，我说哈，刚才说前边太划算了，这个更划算是吧？我把他们的购买链接哈，我都放在橱窗里边，我也放在视频的下方，大家把这个羊毛一定薅回家啊！